艾特你最好的闺蜜，让她给你做。我爱你，无畏人海的拥挤，用尽余生的勇气，只为能靠近你，哪怕一厘米。七月七，爱恋，我和你荡秋千，荡到那天外天，看着那牛郎织女相会在那银河边，我和你心相连，幻想在蔚蓝海边，坐着那小船游啊游啊游啊游，我把你画成花，未开的一朵花。玩的也看吧，先给小板子铺个 Loopy 定制瓷砖，组装再安装浴室柜，定制的柜门都有好大一个 Loopy， 爱心把手，少女心满满啊！用这样的洗漱池洗脸刷牙，人都会变得可爱吧？水龙头左热右冷，别按反握。臭美的镜子装上，还得准备日常要用的洗护用品，洗手液、香皂、洗脸巾、洗面奶都要有。差点忘了刷牙套装 ，Loopy 大全套带回家。墙上的空间也利用上，浴室里当然还要有专业又耐用的吹风机。看看我的宝藏国货康夫 F9 高速吹风机，这高级的质感我真的爱了。高转速的马达提高风速，中空距风环让风量更集中，风力。
这次把它改造成霸王茶姬下午茶小摊，古风装饰都安排上，放上海报和折扇，搭上小棚子，捏一个 Q 版立体的 logo， 你们看它像谁呢？放上招牌，小摊就支棱起来了。下午茶小摊当然要有好喝的茶饮，包装也得好看，搭配一些甜甜的中式糕点，各种形状口味都安排上，找找有没有你爱吃的口味。现做的糕点都装进小盒子里，有那味儿了。放上联名的小周边，最后接上小灯，出摊了。来尝尝霸王茶姬和盗墓笔记联名的伯牙绝弦，还有青青墨山和寻香山茶，包装画风绝美。看我的限定折扇太酷辣，这么多周边不但精美，质感也好赞，秋高气爽，快来我的小摊一起喝下午茶吧。去年万星走向最